淇淋的味道。哥哥，里面有好多好吃的。一切从这里开始。一场奇妙的冒险。彩色的蘑菇都是有毒的。我的出现幻觉了。不要瞧不起果园，果园也是园，别拿豆包不当干粮。这里根本就不像会有什么灾难嘛。这个夏季等你来看《奇异世界历险记》。